人闯进来烧杀劫掠。不必理会他们。不必理会。可是与你何干？你今日请客未完，还不随我回去？是。你就是秦魔？白小生在何处？我的两位师兄呢？与我何干？可恶！什么声音？少侠，少侠！这声音好熟悉。好久不见，你怎地连晴儿都不认得了？钟伯，你没死？师兄只有我这么一个师弟，他怎么舍得我死？你和白小生果然早就狼狈为奸。我自始至终效忠的只有师兄一人，倒是曲无意那个逆徒不遵师长，更害死了我晴儿。晴儿明明是你害死的。我的晴儿那么乖，哼哼。少侠，你为何那时不救我？钟不忘，你再敢亵渎晴儿芳魂，我必定将你挫骨扬灰。你既忘不了晴儿，何不去陪她？是点儿不容易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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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容
你才啊，都他妈！